他说剩下一个贝壳了啊，我去哪里找？魔法贝壳。哦，他会指方向哎 ，skate， 那我往这边走好了。顺便解一下支线任务啊。哪里啊？知道来当 YouTuber 了。对啊，知道来当 YouTuber。哪边？还有，看到老头玩这个有关解谜，先杀再说，我笑一笑。有关解谜的成分的，只是本人感觉这个玩法有点什么，有点什么。老头讲的老师口音好像外籍老师哦，因为我以前的老师有一个是外省人啊，然后他们都会教我们，好像是国。什么老师吧？哎、欸，也不是说国文老师，什么老师忘记了，忘记是哪一个了，教历史的吧。然后他这么多说，同学啊，你们要好好的读书，真的，以后才会成为有用的人。哦，我会记这么清楚，原因是因为他的口音真的特别。收集神奇海螺就可以召唤海绵宝宝。派大星，你怎么了的小瓜？要不要跟我去找派大星？我叫你吗？没有啦，刚刚你们什么都没听到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I'm sorry。然后呢，老头叫反清复明。哪有？谁要跟你叫反清复明？别瞎掰了好吗？有啥的？所以我说海螺在哪里？这是李炳辉，李炳辉差更多吧？李炳辉不是什么 Likey 哈哇伊？我不会念台语哎，我忘记怎么唱了，算了。这边我就来过了、啊，关我零事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关我屁事吗？怎么关我零事？现在是已经开发了新用语，是不是？以后大家讲关我屁事已经 low 掉了，都要讲关我零事啊！一二三四，前天玩 PUBG 整个生疏 ，PUBG 啊、哦。太久没玩游戏，一定都会啊！一定是我没有跟你玩的关系。敢好敢讲哦，完蛋了！等一下要不要立 flag 啊？看有种老头来玩 PUBG 啊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种，我真的没种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很对不起大家，真的，我不应该乱立 flag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啊 ，I'm sorry。木剑怎么都不会坏，游戏嘛，不用认真，不用认真。嘿，就跟你的人生也没有啦。但我没说，我要再去找一下那个人，他指的那个方向，我要再真真切切、认真的往那个方向走，看出一个海螺在哪里啊？他这游戏没有给地图哎、欸，完全就是凭感觉、欸，你知道这样很不亲民吗？这专门，哦呦，你这就是专门在搞那种方向感很不好的人，比如说我，啊，所以说，哎，前面有宝箱，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等一下吧。不要急啊，我们还有个支线任务呢。好了，感谢镇魂幽冥的超级留言，谢谢。我台语也很烂，没关系，大家一起烂非常好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方向在哪里。海螺可以召唤方舟更新，你想太多了。啊，它指的方向搞不好会是在这个的上面吧？那、啊、我要想办法。
弹跳上去。不会，老头，我台语也很烂。这游戏的这怪物会随机生成。哦，对啊，它会随机生成啊。就说当你没有钱的时候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杀怪物就对了。好，然后呢？又是他，靠腰掉下来。这什么游戏哦？我不知道哎，就你看了就知道了。不要这么说，老头不是方向感不好，是没有方向感。干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么扎扎实实、真真切切呢？你让我太伤心了，没有啦。因为我现在找不到传那个弹跳点在哪里啊，在这里。然后跳上来，对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那边会有？啊、是要我跳到对面是不是？这里，那我刚刚是从那边掉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找到新区，我，哎，差点掉下去。哎、欸，有按钮耶，先按一下。哦，开启另外一个那个弹跳床。然后这个是干嘛？这个是干嘛？跷跷板。应该不是这样子。而且这边也可以过去耶，这边从这边过去就好了。哦，老头儿，拜拜，好哦，雅典娜，拜拜，雪儿奶子赞，哇塞，雪儿安安你好，所以说你不会吃东西吗？一定要吃黑乐吗？啊，我才不要吃黑乐呢，要在哪放方块？前面或后面？上面或下面？我全都要，这边就只有两个金币。主要这边只是告诉你，你要怎么放这样子而已。好，然后这边放了之后就可以过去，放一个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这样我就过不去了、欸。哇！这个高度也上不去啊！哇，这怎么办？不对啊！动点脑儿。突然跑到这边来，哦吼，好像成功了哦！还以为是因为我用别的账号认不出来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啊？头贴跟你的这个都一模一样了，哪可能认不出来啊？我来了，耶、yeah! ！成功，感觉老头今天破不了，我也没有打算要今天破啊，我只是想玩看看而已啊。而且说实在，这个游戏剧情到底多长？哎呦，我是不晓得啊。最大血量加二。然后这边放一个。哦，
设计的这么的飞旋。好，按一下，快要到了、欸。方块牌手电筒，这游戏好玩之处在哪里？就解谜啊！就解谜啊！动动你的脑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看来不是这样搞的。就找到一个宝藏了。啊，那这个怎么过啊？按那个按钮，然后它这个会……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因为它这个是一次性的弹跳，所以说我在这里解除之后，我就弹起来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有没有很聪明？海螺呢？不知道欸，先上来再说嘛。我现在是边找边往上爬，边找海螺。没关系啦，反正一定是有机会再回头解的。哦，这个就不用担心了。什么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嘛？是不是很聪明？你们觉得我很强？哇，老头好强哦！你看，又一个宝箱，又一个宝箱。嗯，宝箱呢？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又捡到一个了。我怎么回去？这也太高了吧！哇，你看那个小屁孩在那里，远远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有感觉很可怕。同意出双人版，然后关卡像是人类堕落一样要合作过关。你说这个游戏啊？这个游戏才刚上市啊，以后的走向怎么样不知道、啊。反正目前游戏性来讲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啊。挺有游戏性的，就是了。然后呢？门关起来了，是吧？哦，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哇！我靠，我有远程武器了哎，各位。Yeah！ 哦，哎呦，没事。刚说人家射我、啊。好了。有些地方会需要用到这个枪。我看一下哪里哦。突然有点失忆。洛克炮，来感谢正文幽冥30块，谢谢。好、啊，这边有一个，哦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死给，来到了密道。洛克炮，洛克炮，哇，封起来了。哦，这边到哪里啊？建造沙盒，他控制的一切，为什么你要再质疑他的存在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他头上的光环都死掉了，是不是？他们讲的那个他，该不会是那个小屁孩吧？感觉是哦。
啊，这边就是刚，这边就是那个，哎呦，哇，是 boss 吗？200耶、欸！这个游戏居然还有小王，哎、欸，旁边的姜饼人怎么不帮忙打、啊？我操！哇哦哦哦，拍谁啊？没戏啊，没戏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耶、yeah ！哇，居然！哦，然后直接接到这边来了。哦，可是我暂时不想要先开门，因为我这边的区域还没有玩完，很多地方需要这个洛克炮才有办法解啊。蛮希望这能加入一些犯傻等的成分。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这么的恶意耶、欸，就很单纯的就是解谜。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原来是这样子用的、啊，我还以为是那时候刚开始以为是垫高嘞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怎么了怎么了？看你真的会死人。左边有个宝箱，这里我刚看到，这边在这边，最大生命值加5，我瞬间补满血，好爽啊！史蒂夫的铁镐，掉落于此这样子。我先回去一下，我这么多钱可以买点东西了啦，先来买一下、啊，65，哇吼，全部买完还有成就嘞哦，这个我还没集过。炫耀，生命加5，喂，解了一个，在哪里？PUBG Lite， 那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22世纪的武器。话说那把洛克炮子弹是什么？蜂蜜果糖，没有乱讲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蜂蜜果糖吧。蜂蜜果糖最好糖。蜂蜜果糖最母汤。最母汤的蜂蜜果糖。最母汤的蜂蜜果糖，哎，哪里过来？我现在才发现有这个哎、欸，然后你只有一秒的时间，哇塞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而且上面一把钥匙，哇，这是拿来开的。开旁边的大门，对不对？哇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通往地狱的大门我入手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里面有什么？哦，好，你家在，我又不是白痴，妈的白痴才进去嘞。不是啊，啊，这设计师要干嘛？害我的，是不是？有点想跳下去看欸，你们想不想看一下下面是什么？可我觉得应该是直接死掉哦。啊，看掉下去了，
谢大家。真的变成烤烤姜饼人了，哎呀，真的掉下去什么都没了。刚刚脚滑掉下去了，不好意思。烤饼干，好吃好吃。还有哪边有地方可以逛的啊？我们还有那个神奇海螺呢，还没找到。这边是走回头路，看一下从这里再走一次看看。蜂蜜果汤，真的母汤，干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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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哎，那娜安，看到那个岩浆了吗？那是你挖矿石直直往下挖会遇到的事情。有，我以前发生过，哎，简直是噩梦一场。不过，啊，这个游戏呢，你东西，这个游戏呢。你被岩浆烧死，你东西不会不见就是了，啊，最起码，哎，你的东西不会消失，这是值得安慰的一件事情。非常值得安慰。好，我们再走一次。有了这把枪之后，某些门就可以开了吧。再度回来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刚刚就是我没有来的地方嘛，我来这边逛看看好了。这边看有没有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我靠，看一下，哇，什么啊？嘿嘿嘿，不让我按。哦，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妈机智，嫩，我要走了，先吃个血。这个花有点感觉不友善的感觉。为什么子弹永远不会没有？这个呢，你要问他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哇，这边是黄色的哎、欸，黄色的黄金，黄色的水晶，这边有一条密道，所以能量方块杀，啥鬼啊？更进一级的战斗。从敌方内部产生能量方块消灭，这样子啊、喔？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下面写90啊？90是意思是什么？伤害90滴。嗨，你好。哦呦哦呦！能量方块杀，什么鬼啊？哦，水哦，很可以。姜饼方舟哦，姜饼方舟，那这样等你来做这个模组，我就拍了，真的。啊，你们如果有做出有内容的模组，啊，欢迎提供给我。好不好？当然是要有内容，好吗？不要那种一直换皮肤的。
绿绿的上面。出创世神，创世神魔主多我知道啊。哎，怎么有人死掉了？有了，丢了一大堆方块在他头上，做得好。现在他挂了，你拿走了他的破旧帽子。哪里鬼？这是他自己死掉的吧？怎么会说是我呢？这个应该是刚刚在上面的那个什么博物馆的那个吧？是不是？他自己死掉，关我屁事啊！哇塞，居然可以这样子用哦！哇，我的天哪 ！Jesus Christ！ 哭，吸收 3.3 伤害，哇，我穿到盔甲啦！你有那把枪了，不错哦。哎，对，很棒。会死啊，哥哥。新的区域，这什么东西？没反应，怎么觉得好像传送门哦？钢笔的地，钢他，什么叫钢他笔？有一个需要二段跳的地方，没仔细逛过。特斯拉圈圈，靠腰，你在说那个用电的特斯拉伟人吗？哎呦，蓝之国度到了，很近哦。看一下周围有什么，这里，骷髅女巫。居然在干嘛？怎么感觉看起来好像可以按的样子啊？这又是什么东西？嘿，我还无法进去，亲爱的，你需要找到蓝色跟蓝色的死水，和紫色的死水星，两样神器到这里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电池。这是要干嘛？放在上面？不是。给你吃，他指方向了。蓝，这喜被冲啥？塞进去，看怎么才可能？跟着指标走，这边，该不会这里没有麦块的元素，要我挖矿吧？挖金矿有吗？啊，线圈，哎、欸，对哦，是不是这个？放这里没问题吧？好像也不是的样子、欸。嗨，你好。啊，往上走。我带着我们的电池。走这边看看。哎，掉下来了，看不到前面的路啊！啊，我被自己的东西砸到，哎呦，这很行哦。不管，我先上去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太空超人的头发，英雄的遗物，太空超人，
怎么过啊？这里，电池真的是要放在这上面吗？我有点怀疑耶。假发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戴假发，好奇怪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该不会用方块吧？把方块放在上面看看好了，虽然感觉好像就是怎么讲，不太可能是这样的感觉。而且它是浮在空中的，我现在发现。这样，那后面就比较有点难度了哦。普利亚模组英文名字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忘记了。上面有一个按钮，你们怎么都看得到啊？我是眼瞎是不是？瞎眼了，老头瞎眼，老头你怎么瞎眼？哎，这个吧，这个吧。电池是装这里啦，哦，哦，哦，飘过去了，哈哈哈！哇 ，amazing！ 哈哈哈，干有趣哦，刚刚门关起来了，我要被关在这里了。蹲下。他这边直接一个，哦，死给，杀死给，哦，遇到蓝人了，干蓝人别跑，哎，不见了，哇，蓝人会瞬间移动，消失了，好像把它弄倒。这上面有东西欸，哎呦，不行！不行，这样不会倒。嗯，还是用撞的把它撞倒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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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还在看呢、欸，好可怕、喔！他都只能放到那边去。哎、欸，哦，吓死人了！没办法放，嗯，我怎么？如果你能把这个区域的九个墓碑都清掉，九个墓碑，哎呦，哦，枪有暴击伤害。十块钱而已，超战技术？什么叫超战技术啊？最大血量？哦，我大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。其实这边所有东西我都可以买耶，给钱？你妈都给钱？好了，难得有商店。哎、欸，里面有东西哎、欸！这是米哦、喔！哇，有趣哦、喔！喷水了，
是什么？把它打掉。这些东西阻挡我们。通过这扇门，你会找到蓝色水晶。你应该到那里。知道钥匙啊，哥哥。也只要两个哎、欸，我拿这么多啊？哎、欸，你看，这是香烟，会有记录档吗？会啊，我会放记录档，应该是香烟。我刚好有那个。米道，谢谢。贪财贪财。这个到时候一定是要用到什么技能道具才办法开的门，我猜啦。我会不会下去再上不来？我下不去了。这会不会是要把我们刚刚那个箱子里面的米丢进去啊？做成米酒这样子？没嘛用，没东西。采方块三连跳。我发现了新的配方，水和红色种子，把它们放在我的洞穴里机器。哦，哦，那可是我要怎么处理水的问题啊？红色的种子，可是我刚刚把那个白色种子丢进去，靠杯。哦，它需要一个红色的。是的，那那个白色怎么办？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挑出来嘛。啊，最重要的是水，水要怎么办？拿空水桶去装水。死定了，丢进去再也出不来了。我这任务是要重解了。没办法捡啊，哥哥！人桶提过来，嗯，我们要有空桶子才可以弄水啊。好，不管，我先来这边好了。他会载我到上面。看一下这上面有什么吧。你、欸、有一把钥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钥匙拿来、欸，大哥啊，大哥啊，不要这样子玩我啊！终于好，然后呢？被关在这里面的，啊，我大概知道怎么玩了。哎、欸，啊，对哦，怎么办啊？是谁啊？解决谜题需要的只是枪和能量方块，去吧。压死你了！我跟你讲，不需要亲自碰任何一个按钮。这个开枪没有反应呢、啊？哪里鬼？拿海绵器去吸水？哎、欸，对，那是海绵吗？
我看不出来那是海绵诶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吧，既然都这样讲了，试试看，这是海绵哦、喔。我还以为是什么饼干之类的，你知道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房子里面有隐藏的东西。房子，是吗？哎呀，变恶心了。这个海绵吸水了，怎么感觉鹅烂鹅烂的？而且它挡住我视线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好像前面吧。放进去。有吗？哎、欸，成功了。居然，啊！我把它喝掉了，红色的，双倍血量。它会一直制造哎、欸，海绵卡门哎、欸，好像也可以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先放看看，下不去，那就拿海绵卡门，然后水就挤出来有没有？哦，过了 ，safe， 耶哦。成功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笑声小，他好像海盗哎、欸，他有戴那个海盗的帽子。他走掉了。我射了之后，他咻一声，什么东西都没发生啊。先让他过去，这边堵住，然后再把他拉过来。有呢，有呢，好像真的有呢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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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来了，我要跑掉了，好声小。那门开了呢，自己打开了。嗯？在蓝城里面，因为耶稣是蓝的，所以他当然是红的。干，是耶稣基督哦、喔！嗨，帮我进入教堂，帮你，我就帮你打开一个大门。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帮他进去啊？这是他的教堂。啊，他自己开门了、啊。你看起来并不神圣。哭哭哦、喔。他应该是头上没有那个光环，所以说他没办法进入教堂。天知道要怎么帮他进入教堂。傻鬼！海洋哥你好。这是谁啊？我们只是把白色的花放进去，弄成白色的，他们几乎吸收所有颜色。这个，
如果你认为一个巨人小孩控制着一切，为何我们看不到他？姜饼人。哦，这边有商店欸。这是什么啊？这石头人能卖吗？枪爆击率加 5%。这个可以给那个想要当那个谁的人，这个给你啊。干嘛？我给你啊。哎，东西还我。干！还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还好那不用钱欸，豪家在那不用钱。啊？哇！我让它变紫色了，紫色的光环没问题吗？完了，我是不是弄？哦，原来这个可以剪，然后拉变眼，靠要变绿色，是白色光环对不对？还是黄色光环啊？他们那个哎，不对，他们的光环都是那种生锈的颜色。哇，这可以剪啊，哥哥！好了，大家知道怎么过了。妈的，下去！哈哈哈哈！原来呀、啊、是这样子啊！啊，那个皇冠呢？来来来，哥让你变耶稣！行行行行行，乖乖的，变耶稣吧！哦，就完美啊！给你，可是我要怎么交给他、啊？你看他的头上，哎呦哎，耶！哈哈哈哈！哎，不对，你说你要帮我开门啊？啊，开了啊，水啊，你人真好。你无法对着那坏蛋射击，除非你关掉护盾产生器。坏蛋在哪里？这里有一大堆钥匙的卡，我们要怎么进去？护盾存在时伤害不了他们，只能用剑造成些许的伤害。他讲谁啊？哦，这边六个木桶，枪的冷却时间减半，射得更快的意思。我们到新的区域了，这个吧，他讲是这个吧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破坏坟墓嘞。还有这种操作，你想不到的都会有，想不到吧？这感觉是放电池的。这干嘛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感觉上面一颗蛋这样子，
不行，上不去。走这里。看到地上红色的花，以为能够拿起来加绿色，调色的概念嘛。可是它一次只能一种，没办法调吧？如果可以调的话，我也调了。RGB 三原色，这是干嘛？哎，那个海盗在那边。可恶，这谜题真难！你看，看啊，它不见了。哇哦！什么声音？骇客入侵！仙人掌的红色果实，中间按的是护盾产生器，那我们要设法把它关闭嘛？刚才紫色不是变绿色吗？绿色是打那个树啊，树叶掉下来，然后就会吃到，然后就变绿色啊。可是好像用不到绿色这样子，感觉那绿色用不到啊。通知哎，水哦，拿去给商店的人。在哪里啊？给你卖什么？有没有新东西？140块，也太贵了吧！买这个好了。哎呦，这边哦，找到路了。来呀，我下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哦。这个是磁卡 BB 啊，那磁卡也太多了吧！我好像瞬间懂了什么。嘿，怎样？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可是那个红色的应该是不会有感应吧？红色不行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白色的。那桌面上面还有两张，哎，对，筒子，先放筒子。什么？装填速度加66。上一把蓝色的，蓝色红色，对不对？了解。这边一大堆耶，就怕你不会用，这要绿色的。好，我们回去染先，我们回去先染红，先染红色好了。它一次只能带一片啊，我们放回去吗？可以，我们可以回去，先染红色好了，然后再来绿色，放着。红色是那个红色的花，对，这个啊不不不不啊不不不，哟，谢谢，你走。有直播会跟黑乐一起吗？你问黑乐，不要问我。你去问黑乐，卖问我唔知。哎呀，你好，实况煮拉面。哎！我靠，他知道我要来这边了。
我要死了。哇！直到我要来感应那个护盾产生器，这样子弄我，这么凶。还有那个嘞，哦还在，哎、欸，重拿、哦，算了，重拿吧。妈的！一大堆冲过来干我。把人丢进去就变蓝色了，该没有这个设定吧？我要蓝色干嘛？好的，然后按这个，哟，战神三爱神那一段真爽哦，的确是那一段桥段呢，也是我战神三有史以来最多观看的。大家都只想看哪一只，没有错，只想看哪一只而已。好了，水哦，再来呢？这边一个红色的，好，哦，会移动了。还有哪个地方需要感应器啊？看一下、喔，还有哪边需要？好像就没了吧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再去拿一个白的。哎，原来红人在这里哦、喔。那我就去染一个绿色的房子，里面有金币哦。待会，我去染个绿色的先。有了，Go！铁板万国崛起，什么东西？啊，不是这个，啊，不然前面那个吧。改完都想睡觉。哇、哦，十块大金币，这是什么？枪伤害加5%。好了，现在全部都应该感应过了吧？门都开了吧？原来是一个磁卡的功能啊！我先稍微逛一下周围，有没有还需要磁卡感应的？干那是无啊。除了那个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之外，没有错。哎，这边有路可以走啊，就这个地方卡住嘛。啊，这边需要是不是？看一下前面那一个，这好像有感应处是不是？欸、没有啊，有，这是感应处吗？这不是感应处吧？而且它是红色哎、欸，坟墓可以打吗？应该是可以吧，我没有认真敲过哎、欸。
这个可以打吗？这种都不行，两个坟墓都不行。我去拿那个红色磁卡看看好了，试试看，把它压在那个电脑上面，有没有用啊？不然要怎么打坟墓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个就也很奇怪啊。他说要打九个坟墓啊，我知道你在说哪一个，来放在上面。好，不要理我，没事没事。我刚刚去洗澡离开的时候，你在找蓝水晶，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哦，一样在找蓝水晶，然后正在寻找蓝水晶的解谜上，解谜的路上。哦，正在寻找蓝水晶的解谜路上。然后这个压下去是干嘛？哦，多了一个。可以弹的，对不对？那知道怎么解啊？他会被送到这边来。嗯？啊，三小。哇，好莫名啊！行哦，太莫名其妙了。直接拿到宝箱，但这不是重点啊！重点怎么过呢？而且我这个还没捡到呢，把它拉过来。啊，我应该要留一个木箱的。哎呀，该死！走吧，现在我没有东西可以垫了。哦，这个可以弹过去。电脑罢工了，不要洗屏啊！老头弄得好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在看呢、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弄得好啊。嗯。我从那边传过去好了。哎、欸，靠背，哎呦，欸、被挡住了。这招怎么解啊？我，反复。这个就没了。有钱，踩下去。哦，我瞬间懂了什么，一次就看破了。交给我了，过了。用这个方法，结印的时啊，可是上面我过不去啊。上面之后再说吧，好不好？